然后到这一部分的话，其实就是把这些图形给它画出来，然后图形合并上去。反正这个刚好是前面去录的，所以到时候可能这些线的话，可能是有点不太一样。不过的话，方法是一样的。然后下面可能会用到一个东西的话，就是剪切和绘制连接，还有约束上面的一些约束边啊，或者是约束面的一些操作。不过原理都是一样的，按着自己大概去做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也是一样，还是直接去做，不去做太多的讲解，因为原理都是一样，而且都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，只不过是比较繁杂而已。因为我还哪里看不懂的话，还是一样，把这个时间截出来，然后在评论里面去问我就 OK 了。好，我现在的话就直接的去做。
其实在这个地方的话，因为我之前是把这个东西给弄，然后这个面就没有选择到，就在做这个去把它变圆之前嘛，连这线的话，我们应该先把它分离出去，分离出去之后再去做这个东西嘛。然后要保证没有选到什么面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面呢选选，那我们再把它附加回来，选到说的边界，转到点，再去焊接一下，再回到这，那么就自然会选择到。不然的话，这个的话就犯了错误，就要重新去选择。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很麻烦。那么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就是差不多就这个意思。然后下面就是插入，然后去做挤出，就看看有什么重合点之类的一个东西。就是这么个意思而已。然后下面还是一样去做一个操作就好了。